郑爽带着替身出席活动。那天郑爽本人身穿蓝色牛仔套装现身，替身则身穿黑 T， 两人前后行走，两人傻傻分不清。再来看看周润发的替身，简直无敌了，不是做的特效，这简直和本人没什么区别，如果靠近点看的话还是有点区别，脸型比发哥更圆一点。还有就是大家都晓得的王亚楠，化上妆和范冰冰那就是姐妹两个啊。再来看看刘亦菲的替身，外形有点感觉，但是气质总感觉还差点。赵丽颖的御用替身，觉得长相更甜蜜一些，我猜刘嘉玲看到都分不清哪一个是梁朝伟了吧。刘德华替身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杰伦的替身小胡子模拟的很。